柴犬真的很乖的，其实它是那种陪伴型的狗狗。儿童短短的一周内变成现在这样子，哎，要给它一个犬种。第一步，你要非常的有耐心。接下来第二步非常的重要，你要有。柴犬真的很乖的，是只要你有点耐心，其实它是那种陪伴型的狗狗。你只要追剧、看电影，想要人陪的时候，养它们准没错。它们真的很乖的，相信我。不要上床。而从短短的一周内，从上次影片的那样，只要你有点耐心，其实它是那种变回现在这样子陪伴型的狗狗，又文静、优雅、elegant 的一个犬种。第一步，你要非常的有耐心。接下来第二步非常的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第二步，你要有两只柴犬。哪一只是乖的柴犬啊？哪一只呢？圆圆，你以后还敢咬人吗？李圆圆，你会咬人吗？李圆圆，你说句话，你好臭哦，好臭，麦吉，你放屁，你放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真的很臭哎！你边睡觉边放屁，啊？干嘛？小九九干嘛？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